好啦，第五场咧就系、是、跑千二米泥地。得三隻馬贏過喎，又係三號、四號、十二號。上次成績好嘅就係四號，隔晚大熱門贏咗啦，一次唔夠皮喎。不過，但隔晚大熱門係有個取勝率嘅。而家呢個八號咧就見到咧就係荷花之星，上次第九，今次第二次出賽，八號。騎師是麥道朗，麥道朗即是說跟董明朗大家鬥足百幾二百米，幾好看啊！真係贏出那隻嘉應咧就高啲啦，即係咁好信心，新馬初出落飛落到咁勁，即係睇統計都已經知道佢好有積極，好有積極性噶啦。九號仔上次十二，今次第二次出賽都是冷門嚟嘅呢啲九號。不冷先出奇，即好像开心三多一直都冷门，突然间一次一出来就单位数字八十倍边啊，呢啲九号红当当啊，叫做红当当啊，应该红当当。九号仔杨明伦。十号咧就系凌利，唔知咩啊？凌利标区啊 ，Speedy Smarty 嘅就十号仔，周俊乐，冷门嚟噶呢啲，应该系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八，即系前次第九、十八、九咁样跑千二米，赢过嘅马咧系三四十二啊，一六入个 Q， 即系一六。是有 Q 的，隔晚大熱門是二號，二號就是陸續光芒，又是潘頓。陸續光芒就是初出的時候第二場贏了的，跟住就第二、第五、第三、第五，即是都是熱門來的，陸續光芒。十二號有型有福夜七倍，十二號叫做有型有福，其實他的賽績就是上次不好，前几次都不错的，十二五一三二咁，即系六次赛绩，有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三，一个第二。十二号仔何铭年十档，不十档又吃力咗少少。上次成绩好嘅咧就系四号跑第二，然后就一号、七号跑第四，即系四一七系上次成绩好嘅。出嚟揀二号、七号、六轴，六轴都几好啊！上次第五，前次第三，我睇下要咩先。五号仔唔得，我要二号、四号，即系潘顿同埋呢个钟奕礼。钟奕礼只马咧，四号仔上次跑第二啊，而家见到呢只五号唔得，五号海豚星。六次赛绩冇，确实系有一个第一，但系佢最近两次系十二、十四啊，所以冷咗。六号咧就系、是、快钱，七号快钱好奇特啊！快钱路仔有七倍，又系今次热咗好多。快钱上次十一，前次第二，即系上次唔好，前次好。黄子康要四号，我要二号、四号。黄征图要二号、七号，我要二号、四号。二号好多人买啊，即系陆续光芒、潘顿。一档。K 姐要二号，一号、四号。上仗成绩好嘅系四号、一号、七号咧就入 Q， 即系入第四名，唔系入 Q。赢过嘅马系三号、四号、十二号、一号、六号入个 Q，
二号咧就系初跑呢、這个呢、這个路程呢、這个场地。K 姐要二号、一号、四号、六号，我要二号、四号。一号叫欧洲传奇梁家俊啦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九，即系上次系边线。六号快钱今次就热咗好多啊！六号仔上次就唔好，前次就第二。Jenny 要二号、七号，我要二号、四号。七号系聚风云都几好啊！上次第四咧就七号仔。七号仔咧就系上仗入第四名，佢都有四号，不过摆喺第三名。六号又系啦，六号咧就上次十一，前次第二。钟奕丽第五档，我谂佢放出嚟啦。四号啊，龙腾飞翔。三号而家见到呢一只咧叫大众胜利，上次好后啊，上次十二。第一场和第四场都很正路，二号、第二、第三场过千元 Q 那些，真系嗰啲唔识拣啊！真系而家影住绿色衫潘顿二号仔，神色凝重啲，好似佢仲有一场要121磅啊！要真系要戒口啊！要一号仔欧洲传奇。十三倍，上次第四边线九，即系八九十十一都系冷门嚟嘅，十二都系冷门嚟嘅，五号又系冷门嚟嘅。好啦，红灯亦都亮起啦，嚟到三 T 嘅次关啦噃，呢一场又跑翻泥地啦，四班嘅千二米。熱門就落班啦，呢只綠族光芒啦，22元。咁但係佢咧，其實都係初跑泥地嘅。到底落場得唔得咧？有待引證啦。當然你從佢試習嘅表現咧就好好嘅。好啦，首先見到有馬入閘咧，就伶俐飆驅聚風雲一隊。臨尾十二都起啲飛啊，又型有福。好啦，再嚟到咧就歐洲傳奇。小小场嘅泥地赛都差唔多时间啦，交俾集前。烛光芒同埋花好月形，花好月形顺利，等埋六烛光芒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五场赛事四班千二嘅泥地大热，系二准备。随时起步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，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位置有伶俐飆驅、龍騰飛翔都快啊！內欄六三就綠族光芒啦，外邊啦咁啊，粉紅帽海豚星咧，最出黃衫有型有福啊！咁啊，拖翻住個第六位就快錢啊！內欄紅衫進佔第七就紅當當啦，出邊荷花之星啊，後邊四隻聚風雲啦，咁啊花好月形啦，出邊紫色衫大約尾三到就歐洲傳奇啊！暫時墊後係大眾勝利嚟㗎，過曬呢個八百米段處啦，海豚星就搶咗出嚟先，外邊第二有呢只有型有福啊，中间第三位龙腾飞翔啊，内栏第四绿色衫就绿族光芒啊，第五位中间伶俐飙驱出边荷花之星啊，内栏第七红衫有红当当啦，咁啊揈出去外边追嘅嘛，有快钱啊，最出嗰边系欧洲传奇同埋花好月形啊，尾二南晚就聚风云包咗落尾嘅马咧就大。大众胜利啊！好啦，正着直路啦，前面就有型有福啊，出咗嚟先喎。咁啊，见到外边荷花之星追佢，入边上中啊龙腾飞翔啊，外边追中欧洲传奇马林，中间伶俐飙驱，入边中啊绿族光芒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嘅嘛，见到中间位置荷花之星啊，斗紧入边龙腾飞翔，两匹马相当接近，中间有型有福又上翻嚟，接近终点，荷花之星赢出呢场赛事，跑第二名咧。有型有福就紅帽嘅，一邊有龍騰飛翔啊，咁啊至於後邊個排都近噶啦，歐洲傳奇紅當當，仲有咧伶俐飆驅快錢，亦都需要影相啊。結果今場賽事，咁啊呢只荷花之星第二次出賽，第一次跑泥地，立即建功啊！跑第二名噶嘛，有型有福，龍騰飛翔第三，第四名咧好近喎、啊。
系咪欧洲传奇称先啲咧？令你飙佢有啲塞车啊！系四号仔第三，即系二号仔冲咗两冲冇位，冲唔上去，收咗，冇咗。八号上次第九冷门嚟噶，又系冷门、啊、今日。好冷门啊！嗰啲泥地啊，跑几场，几场都冷门噶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，我前面快闸嘅马咧，中间位置有零。咁啊，潘顿只马系一档啊，出得唔系几 sharp 啊，即系啊。咁啊，十二号仔有型有福，上次咧系十二，前次第五有型有福，一路都冲得都几好。咁而家咧紫色衫咧就海豚星，确实系赢，即系六次有一次 win 嘅。不过近期跑十几名嘅，咁啊都有速度啊，即系跑翻佢适合嘅路程，即系一千直路啊啲，佢可能真系得嘅真系。咁啊四号仔钟奕礼跟前跑咧就知咧就好过潘顿好多好多个马位。咁啊外边而家冲紧上嚟红色帽。都睇唔到马宝啊！有型有福喺前边，好似出头啦。潘顿喺呢度，系咁以揈两下，冇见到前边冇佢就收档噶啦。八号呢只叫做荷花之星，从来冇表现嘅，冲上嚟几十倍 win 噶啫。八号仔。何铭年。第二，钟奕礼第三，又系过千蚊，23倍边，哇！跑咗五场，已经有三场过千蚊 Q 啦。